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春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一个不同寻常的模式，叫做团队英雄啊。这个模式什么时候出的我都不知道哎。哎，我只是这个忽然发现有这么一个模式啊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。咱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下啊。叫团队英雄好像是啊。那么也是顺便趁着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声音的延迟问题啊。最近这个声音呢，啊，视频老是出现延迟啊。好，英雄已经出来了啊。看到没有，大宝剑都掉了。喂喂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开挂了吧？这是？哎，怎么一下子就窜过来了？啊，这个啊，我们最近的视频呢，总是出现这个延迟的问题啊。就是延迟问题，而且，然后就是说这个，延迟问题啊。哎，我勒个去！我干脆把自己摔死算了啊！摔了我70滴血。然后延迟的问题是一开始的话延迟是没有的啊，然后越往后这个延迟就越高啊，一直到最后的话，那个延迟基本都是就跟这个画面基本上就对不上了，这就让人感觉非常难受。好，所以说咱们这一期再来测试一下这个问题。我把所有的驱动呢重新啊卸载了，重新装一下。我本来想把系统重新装一下，可是实在是太麻烦了啊，实在是太麻烦了，所以说我就只把驱动装了一下，没有把系统装一下。系统装的话，好，给它空中打掉啊。系统装的话真的是太麻烦了，所以说看看重装一下驱动有没有什么效果啊。哇，这些人，哇，吓死我了，这自己人呢。这个叫什么？团队英雄这个模式我还真没怎么研究过，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出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规则，好像就是说。也是跟大头英雄一样啊，还有补给啊，可以吃这些补给包。哎，又给打死了啊。如果这期视频呢还有延迟的话，我恐怕真的要重装一下系统了，因为我感觉就是自从上次重装完系统以后呢，就出现这个问题。看来我有必要把原来的系统装一遍，因为我原来，我去，这个英雄怎么跑这么快？原来的那个系统是我电脑是微星的啊。微星自带的一个系统，然后我装的时候装了一个山寨的一个啊，就是不是正规的那种系统，估计不兼容吧。我靠，被这个人同时在同一个地方搞死了两次了。好，我们不过去了啊。看看这些都是什么？头部放大器，放大器生效，敌人的头部暂时扩大一倍。哦，是吗？啊，真的呀，他们头部变大了。哎，这个可以有，这个可以有啊。这个可以有啊。好，他又出来了，就死吧。好，我们直接上二楼。又是你啊，为这个人搞死了三次。非常的难过啊。这个怎么变英雄啊？好像是他们死了以后掉一把剑，哎，捡起这把剑就变英雄了啊。你砍我干什么？你自己人都砍，不像话。来，我给你开路。我埋伏了啊，不埋伏了，你还敢追上来？竟敢追上来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好，这个拿剑，我，这个英雄太厉害了吧？这个加速是怎么回事？这没法玩了，这一个加速冲过来根本治不了啊！这是自带的技能吗？就跟这个疾风体的技能一样啊，一下子就窜到我的面前，实在是吓尿了啊！好了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声音延迟，那么。原来测试过一次，然后很多粉丝反映说，你竟扯一些跟这个视频无关的内容，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延迟？好，所以说这里呢，我们来专门通过一个健美操啊，来测试一下啊。好，这个英雄来，我们先把他搞死啊！差点就加速过来了啊，真吓人！来，你别跑，有本事你别跑，不是很牛逼吗？我们两个人搞你一个，还搞不死啊？我不信，我跟你讲，打了1000滴血还没死啊！好，我们通过一个舞蹈啊，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兔子舞，来，大家一起看我的动作跟声音是否对得上。3, 2, 1, go! Left, left, right, go! Turn around, go, go, go! 好，那么通过这个啊，刚才这个动作这个舞蹈呢，大家看我说话的声音跟这个我的动作是否能对得上？然后有人知道，如果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。有没有粉丝知道这个问题是咋回事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啊。反正我看到你们的建议大部分
大部分提的意见感觉都没什么用啊，应该就我把驱动重装完以后，看看这个问题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，啊，如果还不能找到原因的话，恐怕我要重装一下系统了。那么啊，不然的话，你这个有延迟，这个实录就很看着很难受。而且是什么情况呢？是我把这个视频录出来以后呢，啊，成了一个文件以后，我把它打开以后呢，还是正常的。一旦导入这个视频编辑工具里面去啊，导进去以后，然后给它加一个片头，加一些咚咚咚的特效以后，再导出来，结果就有延迟了。哎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就实在是想不明白。所以说啊，我怀疑也有可能是那个什么的问题。哎，对，也有可能是编辑软件的问题啊。回头我卸了重装一个试试，反正各个方法都试一次吧。这玩意儿怎么变英雄啊？我这半天没变过，怎么变英雄？这边有个人好像。好，我们可以走。我们直捣黄龙啊，孤身一人直捣黄龙啊，闷声啊，闷声上面还有一个啊，他下来了。好，上面的英雄已经出现了，个小脑袋。哦，你看我一孤身一人啊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哎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虽然说我孤身一人，但是还是有勇气冲进去。你看人家队友一个怂的啊，就在这个房子外面，在这里苟且偷生，一点男人的气概都没有。看我独自一人闯大本营啊，这么多人，但是我毫不惧怕啊。哎，他都在哪呀？这些人都啊，这个图就是我个人感觉，这个防守方太好打了，进攻方太难打了。他们一旦在每个角落都布上人啊，枪法稍微硬一点，进都进不去，进去就被秒杀。好，这一个头部放大器。他们瞬间变大头英雄了啊！好，别水！好，我们赶紧过来。好，哇，疾风！哇，好，我们到这边来。好了，在这条线上的话，我觉得是啊，燃冰网啊，燃冰网，这个可不可以给队友加血？雷霆之怒了不起是吧？还雷霆之怒了不起，能不能给队友加血？来，谁给我加血？这个。没有反应，这个应该是不能给队友加血的啊！操，这个模式我也是第一次玩，我都不知道啥时候出的。你说，你说这能行吗？我都真的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模式啥时候出的。这边有一个三星的英雄啊，三星。好，这边一个疾风步，管他啊！哇，太凶残了啊！太凶险了，太凶险了！啊，太凶险了，这里边进不去啊，直接。那样的话，这边有把大宝剑，好像没有人捡，我们可以过去捡一下啊。好，这有个医疗包。哇，你怎么也会疾风步啊？啊，他吃了那个什么？我们可以捡他的大宝剑看一下。Oh no！这里边好像就是通过来捡大宝剑啊。好，我们去抢一个大宝剑，捡起来，然后变一个英雄，来捡一个，来我再捡一个双刀。好，我们捡了一个剑啊，F。哦哟西，这个是他自带的技能，哇，果然厉害啊！这个加速好厉害啊！这个加速的话，他们直接治不了这个。自己人啊，这边有一个英雄，我们直接下去搞他。啊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，回去，好，一刀砍死。这还可以升级，当前为初级英雄，杀敌可升级。哦，哇，这个英雄不怀好意的看着我，我不能过去，我不能上当。啊，他肯定在引诱我，你看没有？他的队友都在上面，去十八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大头部放大器，好，我们吃了。啊，然而他们头部放大好像没什么卵用。好，受死吧！男人之间的较量，英雄之间的较量。哎呀，这就死了啊，这就死了啊！然而我把大宝剑落在了他们家里，哎，这就不好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如果再想变英雄，必须要冒死过去啊。我们可以走下这个暗道。好，他们的一把这个英雄之剑呢，也是掉在这里。哇，这么多人的话，那一个管道就不能走了。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走这边这条路啊。这个图我感觉太不平衡了，这个图根本没法玩，我觉得。哇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英雄应该是具有透视的啊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的视频已经是进行了好一会儿了。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延迟啊，因为我发现它这个视频的延迟总是跟我们的时间有关系啊。蹦蹦蹦啊，
就是时间越长，好像延迟越厉害。我们现在再来测试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一起来跳兔子舞，来大家看我这个动作以及这个，不要给我换枪嘛！啊，我们的动作以及这个，以及说话啊，这个声音是否匹配？来，预备起，left left 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测试完了啊，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？啊，回头我自己看一下也可以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，我撬死你！哎，施特林火焰，这个枪除了长得比较丑，哎，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。好，我们冒死进管道啊！哎呀，我就知道有人啊，但是没什么办法。哇，在逗我，一枪没打到啊！哦，这玩意儿还会自己变吗？好，英雄来了！哎，别想活着，我跟你讲，你别想活着出去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我们另一个英雄跟他已经是撕起来了啊！我们几个人一块搞他一个，只要把他搞掉，他的好漂亮。好，我们现在只需要守护这把剑啊！他们肯定都想过来捡这把剑，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雄也是非常勇敢的冲上去了，我们赶紧为他来助威。好，然而他把大宝剑掉在了那里啊，这就不好了，这就不好了。哦，他冲过来了，我没子弹了，我去！Oh my go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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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死了！啊，我要活着出去！竟然没子弹了，这事搞的！我买的步枪弹夹过期了吗？我为了打联赛，我可特地买的步枪弹夹。话说这个模式还真慢呢，这打了这么久了，才打了2回合呀！英雄了不起啊！英雄了不起啊！我也有英雄，我们这有一个英雄。好，我们不过去了。我们就在这方卡点打，我不上这个当，哎，我不上这个当。好，他出来了，我去，直接给我秒杀了，太厉害了吧？这也是，这小加速加的治不了。这两个英雄干啥呀？冲呀！哎呀，哎，管道里面是吧？哦，不是管道里，这是楼顶上啊，楼顶上。好，我们再次默默的，悄悄的潜伏进去。好，潜伏到他们家里。哎，谁打我？哇，这家伙还有榴弹枪，我去，六啊！不要水，不要水。好，我们有可能没有子弹了。这么多人啊！接受正义的制裁吧。好，我们捡他的这个巨蟒。好，这是我们自己人啊。哇，好多人，好多人啊！然而，这个就是不能给。不能让队友加血，要是能让队友加血的话，就是极好的。我们可以玩玩狙啊，可以玩玩狙，反正你冲的话死得快，我们不冲了啊！来吃我 USP，USP，USP 我觉得 USP 这个手枪特别的好用啊，比那些花 GP 买的枪都好用。哦，看他上管道了啊，看能不能露一个腿，哎，打到了，没打死，皮还真是够厚的啊。啊，结束了啊，结束了。我感觉这个也挺慢，一回合的话5分钟，那5回合就是25分钟，而且两边如果是打得比较激烈的话，最后可能是4比4啊，5比5啊，4比5，这样的话9回合5×9=45，哎呀，我去，一局要打这么长时间吗？我们来下管道啊，哎，好，我们占据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守着这个地方啊，来，我看谁敢过来。来一个死一个，我跟你讲，不吹不黑啊！好了，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上这边了，然后直接啊，直接突老窝。我们捡了一个他的门神啊，嘿嘿，玩一玩啊！啊，家里是没有人的。哎，哇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六啊，这都能看到。哎呀，猫啊，自己人啊，自己人，队长别开枪，自己人。哎，小伙站这干啥呢？好，换狙啊！反正，好，这英雄下来了啊！哎呦，不管他了啊！那这些人，你看，这些人就躲在家里不出来啊！好菜，哇，好菜！哎呦，还扔闪！天呐，会玩啊，会玩！我的战绩已经是空中击落，强不强？屌的飞起！空中击落啊！啊，我让你们不冲啊！你们不冲，我也不冲啊！我就在这方卡着你们的点，你们来一个，我崩一个！我跟你讲，
来一个，我崩一个，哎，哦，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那我们，我看看啊，现在的话，视频时间又增加了一会儿了，然后打完这个，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延迟问题啊，好像就是时间越长，然后延迟越严重，我怀疑就是因为电脑配置不够，不过没道理啊，我这电脑竟然配置不够，是吧？太不科学了，穿死你！哎，这个能穿吗？应该能穿的。哇，这还能打死人？当时我就不服了。看来我的狙击还有待加强，这都打不到人了，这都。那我们走这边吧，这图真的不好玩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图太不平衡了。你这当匪根本就没法玩嘛。大哥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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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友快来救我！好，队友直接冲上去了啊，硬啊！我们走一下管道。嘿嘿，喂！他在这里等候已久了，然而我一枪没有打到他，就直接被他秒杀掉了。算了，不玩狙了，啊，不玩狙了。来，我又回来了。哇，这个地势也是有很有关系啊，感觉打他好吃力。舞在哪里跌倒，就要在哪里站起来。我又回来了，你别跑，别跑，你有本事别跑。啊，打不死他这，打他，他怎么血这么多呀？还有一滴血啊，我们可以去捡个医疗包啥的，看看。好，这是一个头部发达器，我们可以等它一会儿，等它变一下啊，它应该会变吧。妈咪妈咪 home，咋不变呢？哦，医疗包啊，漂亮，满血复活啊，满血复活。走，我们又回来了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啊。啊，我们的队友非常硬的冲上去了，老是没子弹，这个搞的，这个模式也没什么好玩的地方嘛，还没有大头英雄好玩呢。这里面就是捡这个头部放大器啊，就相当于大头英雄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哦，大哥饶命！哇！这英雄好厉害，根本治不了，尤其还有这个加速的功能啊！好了，我们最后再来测试一下这个延迟，今天就到这里了啊！这一视频主要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延迟问题，看看延迟问题解决没有啊？不然的话，以后搞的这个视频都看起来很难受啊！来，left left 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，哟，你还指着我？你敢指着我？去死吧你！给你戴个墨镜。啊，好了，那么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